不是从你跟我擦身而过那一刻就开启了，没有对错，你的眼神想透露些什么，却又像欲擒故纵。我期待着穿过了人群，全世界瞬间静止不动，你盯着我超长的睫毛阻挡了变老，我用我的假发笑容吸引你超美丽的瞳孔。我的呼吸从第一波波的热情像老黄蛋笔记，你的呼吸充满致命的吸引力，对我强烈点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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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都落网锁定你。你不要乱讲话啊、哦！现在有小朋友，这里，你确定三角是在哪里？真的吗？对，我就不记得啥。练三角吗？有一点点吧。刚刚练了，你要练得很深很难。不用那么大，看到我的眼神。对呀、啊，对，真的很深很难，因为腹肌是最每天做就会有，不是那个背练男是最难做的，用拉的嘛，都要做背练。对呀、啊。男生夏天快到了，好不好？再过一个月就夏天了。然后一个月啊，是过年。我觉得高雄很快，真的，很快就夏天了。就是大概二月三月就很热了。手臂的那个线条一定要练一下，就像我以前那样。不会，以前也很帅啊。对不对？以前只是套肚子而已啊。这手臂很真的。下毒，对你还有一定不经意的照顾，挖洞等你不经意的掉入。三二一，我倒数，你的眼睛充满了电力，一个眨眼就让我灭顶。我不担心对你着迷，只怕你对我的爱上瘾。我的呼吸从第一波波的热情像刀锋般逼近，你的呼吸充满致命的吸引力，对我强烈点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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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的我往锁定你。教自己老上学的，妈妈也会吗？妈妈不会。啊，不是安尼跳啦，是安尼。后面看到都会了。就妈妈。阿妈也会跳。阿妈会跳。这哦。妈妈跳国标。没办没办。下一张我就出国标。下一张是跳国标舞，这样。要不要？掌声鼓励一下，蛮厉害的。掌声鼓励鼓励。